张哲瀚的南半球旅行还在继续，接下来的部分禽类恐惧症渗入。经过了短时间车程，我来到了鸭子湖。鸭子湖紧邻奥克兰动物园，因为这里有很多鸭子，所以华人称为鸭子湖。这里不仅是鸟类的栖息地，湖里还有本地的鳗鱼。哇，这黑天鹅吧，我被天鹅追过。哎呀，在高尔夫球场给我一顿追，我就惹大鹅脾气老差了，脖子长的，我脾气不好，这种属于小鸭子感觉，鹅嘛，屁股扭扭，跟着我们游过来，嘿嘿，也挺配合。天鹅的体态还是非常漂亮的。那天我们去那个海边，哇，就先是海鸥啊，突然就来了一大群那个鹈鹕啊，鹈鹕，哇塞。就那个下巴是可以那个什么，像勺一样的，哇，那个可大了，嗯，还它会飞呢，会飞，会飞，像那个王者一样，呱呱呱飞起来，然后站在这个杆子上，对，一群大概五六只，哎呦，冲到你面前，它也不怕你，就然后你一丢，它就拿那个嘴那个勺，吃。美好的时间总是特别短暂，我们在 City Walk 中也迎来了日落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伊甸山，是一座死火山的火山口。伴随着落日，奥克兰一天的旅行就到这里了。一天爬了两座山，还不太过瘾。晚安，我们明天见了。是 GULL， GAL， 就是仿他们叫的声 ，GAL GAL， 对吧？啊。